你的胸还蛮大的，这个尺码刚好是我喜欢的。然后还有说。您笑什么？你让笑对着有问题，反馈给你，是不是试试？你该试试，你在笑。因为这个我不想笑，因为这个东西没做过，真的没做过，就是可以你随时查监控。离开这个健身房，他说你应该穿御姐风，你下次应该穿黑丝包臀裙来这里健身室。所有人都听到了没有？说过没有？因为这个是当时我们几个开玩笑时，我说美女，像我建议你的话，你的话是可以尝试说穿一下那个一个包臀裙，这个适合你。